人是够巧呢，伊古早无手表啊吼，用这个物件吼来测时间吼，哎，安尼甲变过来了后，哦，伊就开始吼去刷一直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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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代表时间过去。一方面时间安尼会准，一方面嘛是提醒所有的朋友，咱的生命嘛一直刀一直刀一直刀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呢。你感觉时间过真紧无？有哦。 因那锦鲤嘛，姑娘，啊，一鲤白过啊，啊，一年个过啊，哎哟，十年过啊，哇，你感觉时间是过加实在是太紧太紧咯。咱的时间就是遮尔啊，短价，所以咱要把握咱的时间，今日个信心情甲咱假死，人活伫世间，你做什么代志？人活伫世间，最要紧就是帮助别人，做善事，做第诶代志。 然后伫即个做善事的过程吼、哦，渐渐认识上帝。人就是需要时间啊，无可能一没之间你就偶像了，爱学，慢慢仔体会，慢慢仔体会。所以任何代志拢需要时间，包括一个运动员，你莫讲啥啦，你甲人讲修水就好啊啦吼，需要时间无？需要时间。你别那修真紧。 你要掠着迄个水性，你要怎呛水？伫水中要怎吐气。谁呾有人吼头呐，规个安尼插入去水内底吼，两秒钟了，一定得要化救人啊！谁呾有人竟然会当伫水底啊，伫遐咧收水个时阵吼，伊无起来换气吼，有法度一两分钟，那遮厉害，练习去掠着迄种感觉，平平咧唱歌。 现在有人咧唱歌，咧一口开，可以当遮尔啊长。无人唱歌，奈唱无两个啊断开去啊。啊哪呢？练习练了久哦，你就抓到迄个感觉。练了久，你抓到迄个美感。你有一种感觉讲啊，我差不多知影安怎做啊。需要时间，任何代志拢需要时间。虽然时间互咱专业。 时间也互咱渐渐了解上帝放伫即个世间的一个定律。所以你若一个动物学家，你要去了解非洲的塞巴虎象，你著要去到非洲吼。啊，而且呢，你将你的镜头、将你的器材放喺遐，你可能要等两点钟、三点钟，因为你也看伊一天嘅生活。当时伊会出来，当时伊会走，有敌人来嘅时，阵，伊会安怎反应？ 你啊，长时间伫遐记录啊，所以你莫看迄敢若讲足好耍吼，足辛苦诶、欸。做研究诶工作足辛苦诶、欸，研究即动物啊、植物啊、研究生物啊吼，迄种足辛苦。我一个朋友呢，专门咧看天顶诶星，吼，因兜是啊足恐足恐怖吼。伫娘屎蛋诶时阵，吼，伊迄阵吼起厝诶时阵吼，伊着起一间专门咧互伊吼用即个望远镜咧看月亮诶。 伊个顶会当拍开，啊！就阮若去引导好，我来、欸、到沙坑，开厝顶。”哦，你知？伊起厝诶时候，我厝顶啊，两三个安尼叫咧啊，厝顶脱开，啊！伊诶望远镜无，吼、哦，夜足悬诶。喺咧看，啊，伊妈妈坐安去夜个，要看天顶个星啊，迄暗时啊，足冷诶、啊。你知哦？为着要等，有当个是要等流星，有当个是要等一个某一个角度、某一个时辰，伊伫喺咧等。 所以讲，做天文学家正辛苦。你要等，等几暝，冷甲要死去，都为着要看迄个几秒证明。但是看到黑皮了，真正足水，所以我深深嘅体会，任何专业拢需要足长诶时间。做一个人诶信用，你要进捌上帝，你嘛需要足长诶时。间。 你马上得当然一讲就会使啦，吼！马上都逐个阿一个熟得毋捌啦。但是你真正要捌一个人，敢毋免两年三年。有人讲、哦、我即边吼，熟悉十年叫骗钱，是啊，就毋甘愿诶。你虽然熟悉十年，但是无深度嘛。熟悉十年，逐个来啊，干那饮茶、泡茶、开讲、讲政治、或讲社会事件、讲运动，拢讲一寡了，一般生活上诶代志嘛。你无真正了解伊啊。 所以，虽然两个人学习十年啊，无真正认捌，所以容易被骗。一个基督徒冇可能啊！伊虽然用足长的时间参悟教会，但是无一定代表讲伊真正有捌上帝。所以今仔日你经文佮咱讲哦，一个人哦，你係真努力去做善事，当你足努力做对的代志、做好嘅代志的时候，你就渐渐渐渐，你就会去捌上帝。 毋是讲我，逐礼拜去做礼拜，我都会捌上帝。迄著是我拄我咧讲啊，讲你若讲有一个专业诶人讲，我咧看天顶诶星天文学家，伊若无认真吼，伊当做咧佚佗，当做咧郊游吼。啊，起在囥咧遐，就开始啉烧酒、泡茶、泡面、打扑克牌、伫咧开讲时间搞讲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天光啊，行，等来伊著物件看看，伊著等去啊。伊嘛讲看有去啊，伊嘛用足侪时间咧，但是伊无看到成果。 是安怎？方法毋对，态度毋对，无专业，哦，所以信用嘛是安尼啦。一个人活伫世间，圣经甲咱讲足要紧的、就是吼，你爱有上帝派你来世间，你就是爱帮助别人。你爱做一个对诶人，做一个好人，上帝会甲你教。做一个有爱心诶人，较早你也未错，也未错，拢嘛是讲我足有爱心诶啊，我拢足好诶啊。问题是？ 当家，等到你有一是娶过了，你会娶一条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其实我唔是遮好呢。带破了，发现讲，其实我脾气唔好呢。以前认为家己足好呀、啊，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过家己的另外一面。所以这个过程，当咱人要追求好的时阵，慢慢慢慢，上帝才会用只镜甲你照，照出你的唔好，或咱愈来愈明白上帝，或咱愈来愈了解上帝的标准是啥物。 所以，伫中国大陆有一个真出名的一个学者，叫做袁志明，吼、哦，伊个姓嘛足足特别啦，伊个姓吼就是咧带足远，迄个远啦，吼啊志明，即、这个、大家较普普通，大家比较熟，叫做志明啊，吼、哦，咱大家志明甲春娇吼，哦、母不过音波唔是叫春娇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想要讲音波，啊，我听听冤家，即袁志明哦，伊是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学者呢，伊过去是共产党，后来参与一个民主个运动。 以前你讲共产党足事毋对，想要起来改变，啊叫政府甲逼迫，落尾怎逃亡？哦，伊个故事真精彩。但是吼、哦，伊落尾吼，伊信上帝了伊有讲，伊讲吼，以前咱在外面有无？大家看到咱敢若英雄，你知哦？大家就你讲你是英雄啊？哦啊什物国家啦？哦，我咧谈的东西国家，哦，咱个爱咱、啊這个国家，咱个未来要安怎？啊，咱即个国家安怎怎？拢讲出来，天顶咧飞诶话啦。 伊讲问题著是吼，等去厝了后，等去厝了后吼，爹爹甲太太的问题，伊讲等去厝了，有当作气的，伫外口逐个拢作尊敬我，你若拢无尊敬我，因为伊讲迄是阮某，啊，伊毋是粉丝啊，我伫阮某面头前讲啥物国家，讲啥物讲家有诶无？诶，太太讲新华会理对，伊讲伊讲我作矛盾诶，伫别人面头前，我一个学者。 是，你我是一个革命家，在别人面前我是一个伟人，我毋是普通人，在别人面前我是一个英雄，但是伫我太太的面头前，我就是一个平凡人，我就是一个查甫人，安尼尔。其他身份对阮太太来讲拢无意义，伊毋是嫁互英雄，伊是嫁一个戆，伊是爱一个查甫人较听，安尼尔。伊讲有当时我系足气嘅。 我带甲你即、這个吼，真正拢毋捌货。带甲你只条无气识吼，无话情个叫无水准。带甲你即、這个拢无了解我内心，迄种诶国仇家恨，无了解我内心，我是要做即、這个解救国家诶一个拯救者。你知影我偌厉害无？因在来讲，迄拢无我诶代志。啊，你讲迄我拢无兴趣，所以讲定定该莫咧冤家啦。所以落尾新加坡了，伊深深诶干我啦。伊讲吼。 虽然我是表面上我是要做一个拯救国家的人，问题是在我太太眼中，我连一个好翁都做袂到。天天爱冤家，生活乱七八糟，因为我家己上上正挫折。啊，甘么我若是一个乡面人，人诶，面头前我是一个了不起个人，但是等去厝内，我就是一个足平凡个人。哦，共快等你八到要爱食饭，等你吼食饱爱便数。 但你爱食食，酷爱困，所以讲人，人都是安尼。有时阵你行出去外面，你教授，你是董事长，你是博士，行出去外面哦，你诶专业摕出来惊死人。但是另外一边，你著是一个甲一般个人共款诶人，你嘛是需要人关怀，你嘛是需要人人甲你开讲，啊，你嘛是一个需要食、需要困、需要啉，你嘛是一个会烦恼。 你嘛是一个有目屎诶一个人，你嘛是會一个老诶人，著是作变凡诶。所以，伊著体会著讲，有时阵我感觉我真厉害，有时阵我感觉我实在无虾米。伊讲我足错乱诶，我鬼拢要乱去啊！有当啊伫别人诶面头前，人记者甲我采访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是 super star，但是等伊处理后，发现我虾米拢毋是，毋是只有伊啦，足济艺人吼嘛是有即种诶。 冲突跟矛盾你開，你可以安全时，村。拜托，下骹两万人、三万人，拢是为你来的呢，迄拢要来看你个呢。所以，迄个时你会感觉讲哦，不得了，哦。阿娘话啊，我是何等个人物啦、啊！但是等个散场，大家拢顿去啊，啊，大家拢顿家己厝内啊，工作人员也顿去啊，你嘛是要顿去。等个你顿去领导个时，你某干物仔在你对面头前讲。 签名签名，未啊！你无甲我讲，我爱汝，我爱汝。”啊！龙龙美，哦，你无甲他讲，回来啦，等下啊，好啊，去辛苦，邓来去食饭哦，今天困伊讲，我当时啊，邓一出来了，我跟伊讲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哦，我毋是像拄则两点钟进前，这所有人我唱一首歌，我一个观音。 下面的人已经是跟他啉烧酒醉同款，拢醉去啊！规场大家拢醉去啊！啊，大家伫遐哗，迄、那个激情吼、喔，真激烈的！激烈情绪。哎，啊，即马过去乃啥物拢无啊！我阁恢复变作一个正常人啊！当起我诶生活中，当我麦骨脱掉，当我舞台衫脱掉了，我就是一个平常人，我就是阮太太翁，就是安尼样，我就是一个足正常诶查甫人安尼样。 所以错乱，即、这个阮志明讲，哦错乱，因为人吼是足需要一致性。我是英雄，我都二十四小时做英雄。但是有时阵哦，迄买车吼、哦、变回南瓜诶时阵，你又感觉讲，嗯，我即么个到底是公主，还是我是一个普通诶查某囡仔？会错乱。所以人吼、哦，若无真正认捌上帝，你若无认捌上帝，知影你是上帝创造诶。

你家己有追求，你的梦想还是你凊彩过？时间拢是会过，所以你若无计划哦，时间过你一事无成啊。所以历史上哦，出名人嘞，拢真够利用时间你知无？宋朝有一个文学家叫做欧阳修，啊，即、这个人足可怜，四回时，老爸都无伫咧啊，但是伊个老母就是甲伊鼓励讲咱做人爱认真。因兜足善个呢，因老母迄时哦。 教伊捌字是安怎,是怎处理呢？用刷也咧涂骹哦，啊滴涂骹写字，甲教伊认捌字，啊，副条叫伊阁重写一摆。无作业簿啊，写咧刷顶，刷顶面，哦，无乌板白板，无电脑，哦，用刷来咧代替。所以欧阳修做诗人就知影，资源是有限的啦，生命是有限的啦。 因为四岁阵，因爸爸都走啊嘛，所以就想讲啊，人东是会死，所以活你世间时阵真短暂别人想到爸爸，我无妈妈讲，因为你的爸爸已经离开啊。哦，原来人是会流失世间呢，所以做世间阵，伊足听少时间呐、啊、所以伊拢足利用时间，尽量看册，尽量看册尽量咧学物件所以伊学物件阵吼，有三原则哦：三个上哦，上面上。 第一个，马上哦，要学物件，马上学，唔通拖。第二呢，枕头上滴枕头，就是要困的时阵滴学物件，滴想我今日一天的生活哦，要困进前哦，一个滴恶物件。哦，第三个吼，厕所上哦，就是因为去便所的时哦，伊嘛是要去揸粪车去看。但是第三点，迄阵也较无进步，咱即嘛较无建议，听讲会掉痔疮哦，所以第三点那是较无建议。 但是，这就即个精神啊，伊诶精神就是讲，利用时间，利用时间，利用时间，无一分一秒吼浪费掉啦。啊，时间吼、喔，敢那金钱共款，迄银夹啊有无？银夹啊，你一箍、一箍、一箍、一箍，行行行行行，行到尾也嘛归当讲啊。时间嘛是，一分一秒，一分一秒，你来来利用一寡时间，你嘛会成功。哦，利用时间来做一寡。 会帮助咱诶代志，像讲学乐器诶人，学拍鼓诶人，英雄无大事，阵，高低也伫身躯边；英雄无大事，企出来共大腿，吼、哦，嘛是伫遐咧练习，嘛是伫遐练习，拢咧想变阿进步。学语言诶人背英文单词，利用坐车嘅时间，利用时间兼背，利用时间兼做，利用时间，即、這个世间成功诶人，拢是利用时间。莎士比亚，个真出名诶文学家。 莎士比亚，落尾伊真做一个一个这尔啊搞笑剧本的一个人，都、就是因为伊较早细汉的时阵，伊定定咧看人剧场的即个演出，但是伊毋是,的是在百营营街咧欣赏的呢，伊是专门伫门口咧讲拍起来哦，咧讲停车，啊，古早无车是买，哦，所以若有人要来看戏的人，迄买牵来伊咧替人服务，专门咧牵买，伊是利用伊的工作，诶，即个中有当饭的时间。 伫遐对迄个门房伫下注意咧看，人个表情安怎，即、這、阵、個、是咧因啥？伊是安尼呢？大家敢若看着伊诶成功，大家毋知影讲伊诶成功毋是天顶落落来，伊诶成功是伊利用时间，是伊内面有一个积极诶心态，伊足认真恶、哦，所以人生嘅成功。啊，苏亲个朋友吼，人生是极其诶宝贵。圣经甲咱讲吼，足济代志吼，上头咱话遮久吼。 是因为咱做这代志吼，毋是一两工都一样。你会要利用时间，紧学，免咱做人。你免咱做老板，你啊，要紧学。因为十八岁了，你要跟他出去啊。你毋通讲，阮即摆囡仔个细汉吼，三岁、五岁，阿妈十二啦，时间那个做者吼，毋是。你啊，会记哩讲，你个时间是有限。迄像咱拄下来看，迄山，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有一工人囝离开你去啊。你卖会记哩，你个青春其实真短。 你的人生的精华其实是真短，一霎就过去啊！人生最要紧爱学着珍惜。你辛苦变人，跟你做伙，你也养珍惜。唔通讲有一讲爸爸妈妈冇得咧啊！你才开始咧学会讲我要友好啊！所以人有古古话，吼、哦，一句，即、这个、这个、生物啦吼，讲、哦、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，就是讲，遐、这个树啊。 伊安尼让风吹，甲伊等伊想讲啊，我应该安静的阵吼。你安尼想，但是风也搁甲你吹，迄毋是你会当控制。第二，个袂当控制，就是你若讲我要优化啊，你知影要优啊，老爸老母已经无伫咧啊。所以人生是咧学，上帝派咱来到世间，咱着是咧学。学什物物件是上宝贵？学习讲安尼珍惜即个世界；学习讲安尼样看大人甲人之间的感情。 啊！時无时间，唔通一讲讲，伫遐咧冤家，吼、哦！唔通我咧看你无顺眼，你也看我咧、哦、无起，吼！唔通家己安尼糟蹋你家己的婚姻。你莫单想讲啊，换一个先较好啦，换另外一个图较好啊啦。眼前伫你身躯边个人，你着当伊袂调啊。你讲换一个图较好，迄叫做倒片，无法度处理啦。尤其你若有硬啊，你换一个太太，换一个安囝，要安怎？你叫即个囡仔个重新接受一个爸爸妈妈，对伊也袂一定好。 哦、所以讲，咱要想不清楚，人生做些代志，咱就是想不清楚。所以曾经阿咱教示讲，人活在世间，甲你教一步，圣经讲啊真正說得很清楚，努力做对的代志，哦，做上帝要叫你做嘅代志。然后呢，渐渐你会认得上帝。神是甚么款神？唔是领导头顶财神生做许种叫做神，唔是。神是你嘅人生惊对的路。 做对诶代志，努力坚持对诶代志，迄、那个过程中间，吼、哦，上帝给你扶持；，迄、那个过程中间，你诶心灵开始咧长大，你会愈来愈认捌什物叫做神。所以神毋是一个形象，神毋是外星人，生做奇奇怪怪。神也毋是像咱想诶吼、哦，你行像那用飞阿飘，毋是神，目睭看袂着。圣经讲，真神咱诶目睭看袂着。 真正嘅神是完全因导咱嘅人生，互咱做对嘅代志，然后呢，愈来愈认识伊，哦，愈来愈知影啥物叫做上帝心意。无论你文学、艺术、体育，拢无要紧。无论你行倒一条路，当你将你嘅专长好法使用出来，来服务别人嘅时阵，上帝会甲你显现，上帝会引导你来认识伊。好、哦，我每一个朋友，无论你即卖是做啥物。

气死人！到底是谁发明这款物件啦？越看越气。嗯，哪、嗯啊、奇怪。嗯、叫行，到不是恁老阿姨相爱的代志？你这摆竟然咧气，讲啥物人发明这路物件？哎哟，迄是少年的时阵，毋是这嘛、啊？你知影无？哦、啊，人越活越老，啊，咱看到青春的不在啊！哎哟，应该是青春的时阵，就应该要结束了。啊？靠！人讲安尼啦。 来这道理来，你来嗯、我讲给你听哦。即摆你若讲去高级餐厅吃。食、嗯，是不是头前有沙拉啦，有面包啦、哦、嗯，啊，等个主菜牛排起来算。嗯、你今日讲牛排食食来讲，哦，牛排食了紧收钱，我要来等你会嘛，因为牛排后背还个有啥物咖啡，<嘿>还个有午餐，欸、哦，还个有饮料，也还个有 你啊，拢食到完嘛？所以是咧食气氛的，慢慢啊食就对啦。哎、欸啊，唔、欸、是咧食路边摊嘛，唔是咧食便当嘛，吼、嗯。唔、哦嗯、是，哦。嗯、所以咱人生哦，上吊咱活足久吼，还有一个理由的咧。哦，是喏。因为咱人生要学的物件吼，太侪了。哦。时间啊，伤短吼，你学袂了。所以上吊呢，我让咱活久，活久了吼。 哦，大家慢慢啊来体会。慢慢啊多，慢慢啊加。那会讲一日变大人嘛。哦。哦，一定拢慢慢啊多，<以>慢慢啊来的。那讲爱情嘛是慢慢啊加对不对？对啦。嗯。啊，趁钱，兄弟，我你二十几岁出来趁，甲你六十岁、六七十岁钱，好，慢慢啊趁。所以，耐心。 慢慢来，啊，你就丢啊哦，<laughs> 人生就是慢慢来，因为咱要学的物件是真多真多。真去吃个、嗯、老，学个老啊！哦，这个就丢啊！<laughs> 哦，不要你讲自己吃老啊，唔通安尼想。上帝，古咱活在世间，就是咱要学。所以，咱来祈祷，上帝 吼吼，好，咱哦，搁有机会加学一挂物件。哎我来，咱大声来做只指导。罗凯伊，给他伊听，较正清楚。吼，以后卖搁嫌家己话作重个，爱听讲哦。学卡济嘞，来，咱即马来罗凯伊来来指导我来我。哦，这我会晓，我定定听你念，我会晓规套呀。啊嘞，好，哎呀，这个亲爱的阿爸上帝呀，你是我的爸哦，吼，你著知影，我话甲这个系呀。 其实我的爱情还阁食未饱，啊<蛤>！我叫欠足济查甫人诶，<蛤>你着保密给我、哦